30号晚上八点左右吧，我开车到了这个铁中一路东光路，结果有一个男生和我上一户吧，坐在我这个坐在后边吧，这胡不能弄，可能在骂我，寻思他不是在骂我，这李会长，他突然的吧起来了，朝我打了一拳，结果我打毛了，还没翻过身吧，又来了一拳，我看到喝了就不能说了，再从我院什么过去拉他，他站起来，我再陪着车吧，别碰他，别卡他，我再说你弄你弟了，我错了，你先给我哄他，别碰卡着腰，连拖拉他陪回去了，继续往前走吧，下次走了十来米追我给肩膀，可能硬上把我拽下来，先把我拽毛了，连那个我赶紧吧，把手上先拉稀，先把车清洗，嘿，他好像骂骂咧咧的，我打这个110报警，这个功夫是我能过来一个人推我前门，因为他在后边。车可能刮擦了，一下去我才看他那个车，我这个开门给开满了，一直不想给开门，弄给这个同伙报对啥报警了，报警的110就去了，一个日子都先反正是刑事拘留他先15000都是。